想要让自己的社群媒体冲出最高订阅率的朋友，可以把握青年局举办的行销大师养成课程。如何呢？能够创造观看流量，还有分析后台，还有演算数据，进而累积更多的人气还有影响力。今年呢，也推出跨境电商亚马逊全球开店，还有最大音平台 YouTube 以及通讯软体 LINE 的推出行销大师养成计划，找来人气网红叶诗来开办写文案，还有广告投放，以及跨境平台，以及市场分析等相关的课程，期盼呢能够帮助青年掌握新媒体的制胜秘诀，拥抱数位行销的新趋势。